是何洁，我手中的画笔可以画出生命线，施展爱的魔法。和我一起关注和支持思源巴沙贫困县救护车项目，筹集更多善款，让救护车出现在最需要它的角落，挽救更多的生命。感谢正在看我参与这个公益活动的过程，喜欢我手中的贺卡吗？积极参与互动，传递爱心，就有机会赢得这份作品哦。慈善基金为爱永存，汇聚爱心，你我同城。